娘，你奶姑家还为上次的事儿生气呢。尤其他仨就是了，这几个破局就来使唤嘛。他这诚信恶心谁呢？他不就那样吗？走回去。你们先回去。哎，小姑，怎么了？闹着那个连麻儿。 大哥的时候跟那么多男人跳舞，真风光啊！铁生的下贱坯子，他竟敢笑话我，笑话我！让我带着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教训教训他。我跟你说，小郭，过来，你可别告诉别人，我上次看到的。你说的。 可都是真的。嗯，甜吧？在这吐子里会长小树苗。兔子，兔子，吐出来。奶，娘，您怎么过来了？秀，奶，娘，干嘛呀？叫什么呢，奶奶？娘。 干啥呢，娘？哎，奶，娘，怎么了？这是奶，娘，来，你干嘛呢？奶，娘，这干啥呀，娘？赚的钱当然得给我了，还没分家呢，你就藏了私房钱，咋了你了？那就分，我赚的钱不可能给你一分。哎哎，好一个混账东西，像分家，好不好？你把我和你爷弄死吧！ 看看，瞧瞧你们养的好闺女！娘，你消消气，你们哪儿不能这么跟奶奶说话呀？娘，你放过来，妈儿吧。娘，你消消气，还是个孩子，你们还是一样。哎，娘，二大娘，娘，二大娘，没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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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来，坐这儿，坐这儿。 放手！放手！放手！妈！哎呦喂，我们娘俩是没法活了，你这么演这么一个，妈没法活了。你干什么呀？这是不依不饶的！我不依不饶，他们把我辛辛苦苦赚的钱拿走了，我不依不饶，他就跟强盗一样。 怎么能这么说你奶奶？都是一家人，这家里的钱交给她也是应当的呀。小七，谁告诉奶奶我房里有钱的？是小姑在堂屋里告诉奶奶的。哎哎。